OK， 那再来的话，刚刚同学问到那个问题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解决了？就是说那个，如果你连这个没出现的话，理论上应该就是说呢，你资料有重新增加某些栏位哈，或者你后续又增加某个栏位，那它没出现的话，比如说我们后面哈，除了说要统计年之外，可能还要统计什么哪一区好了。那比如说我又增加一个区的栏位好了，那其实如果假设你又增加一个新的栏位哈，那枢纽分析表它不会马上帮你做增加，因为它快取已经记得旧的，所以它新的不会出现。像这个地方，我比如说增加一个区好了，那当然我讲过了，如果我要统计哪一区的窃盗案件最多，那理论上你一定要有这个栏位，如果没有这个栏位，枢纽分析表它没那么聪明，它不可能说自己帮你从地址里面、地点里面去抓出区哦，所以它没那么厉害。所以你要先帮他一件事，就是先帮他取得他要的那个栏位哦。所谓的资料正规化，而正规化其实特别重要。第一个栏一定要最上面，第二个中间不要什么那个跨栏置中那些啦。所以以后你记得啦哈，反正资料正规化其实应该简单，资料的简就是把它保持原来的原始状态。那上面一定要栏，下面就是放的资料。OK 哈。那尽量避免用那个什么跨栏置中，因为这个其实跨栏置中它没办法辨识，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哈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你要的地址里面的区，刚好在第四个字里面取三个字，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用 mid 啊 ，mid 的话可以用文字类里面的 mid 啊 ，mid 这个好，然后资料给他第几个字，第四个字。取几个字？取三个字，中正区哦，向下填满。那如果你要统计区的话呢？那也是一样嘛。所以哦，但是我增加一个区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现在插入枢纽分析表，范围 OK。那理论上哦，当我新旧版，我不确定会不会一样的状况。如果你是旧版的话，你这个区哦，会是不出现的。可是你会发现现在新的版本怎么好像是改进这个问题，因为印象中如果你插入一个新的栏位，它会记得旧的，不过新的会不会是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？那如果没出现好了，很简单，重新整理就可以了。所以上面有个重新整理啦，就跟你讲说，就是跟那个枢纽分析讲，你我资料有更新啦，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。那这个栏哦，如果没出现，你按重新整理，它就出现了哦。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。那另外哦，我们可能要分析一下啦，比如说区哪个区它的窃盗案件最多，那并且哈，也或许用什么用比例的方式，用原型图让我知道一下哦，占比多少？那怎么做？其实这好像之前台电那个范例有做过，那我们等于是再把它做一遍，所以区拖拉到区。区再拖拉到值 ，OK 哈、哦，然后呢，并且告诉我它的占比。那告诉我占比的话啦，当然这个是数量哦，所以如果你假设你出来的结果不要是，那个数量哦，而是要占比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把值的这个地方箭头哦，有一个值的栏位设定，把它改成叫做值的显示方式哦，改成总计百分比。按确定，它就会显示出各区占的比例多少。OK 哈，那当然啦，一样的方式哦。我希望排序的话，资料里面有一个，把游标放 B4 Z 到 A 一下，它就出现了。那可以显见哦，哇，治安窃盗率最高的中山区，最好的大同区，而且两个好像是不是只有隔一条路啊？好像是不是隔承德路还是隔重庆北路吧？这个我不太确定。好，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大同区那边，印象中是不是就是大道城那边啊？好像是哈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好像隔一条街中山区为什么窃盗案件相对就比较多？另外士林应该也不意外了哈。那万华好像也是。大概印象，可是大安区相对好像窃盗案件稍偏高一点点呢、啊，不见得是比较好的。为什么这个？但是大同区
反而低的有点不太知道为什么，所以这个也许啦，但你如果想要知道答案，也许可能还要再去找其他资料，只是说从这个原始资料里面可以呈现出来哈。那当然我要画一个什么，比例图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什么各区比例图 ，OK， 那我们一样了哈，就是这边在枢纽分析表啊，枢纽分析图，那一样怎么样产生一个图？那这个前面做过了，你就是直接按确定，然后大小我们就不调了，因为将来我们可以用程式去调，然后一样改个名称，然后在这边按右键新增资料标签，然后图说文字，那这个其实之前有做过，类似的，所以其实你们可以参考这个程式啦。所以待会哦，我希望这边就再把它改成叫什么各区的那个比例图好了，各区比例图，OK， 那最后我是希望最好是一气呵成，怎么叫一些？就是这个的话这个我把它先把它删掉好了，所以这个待会请各位自己再做一下。我是希望说，程式写完之后可以先把它下载，然后插入一个年，然后并且，先产生这个刚刚的这个就是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，所以我们 call 的方法，然后再最后把它切回来了，切到资料，我就可以有个折线图啊。当然了，再来就是再增加刚刚的，那就全部可以一次就可以全部做完，OK， 那我先试一下了哈，这个我按，其实这边我设个中断点好了哈 ，OK。好，让它跑停一下，OK， 这个停一下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就是让它清掉下载。好，下载 OK 了，然后再帮我插入一个栏，一栏的话就是年 ，OK， 然后再插入枢纽分析表，那不过会把旧的先删掉 ，OK， 好，然后再加一个图，然后再切回去，切回到这边来 ，OK， 那你可以看到了，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。啊，待会的话请各位呢再增加一个栏位，那个栏位叫区，那区的做法其实也是类似的，所以其实这个区是不是说可以直接把程式加到插入栏里面？所以其实这边应该可以把这个程式复制贴到底下，然后插入应该插入到区啦，其实它改一下那个公式。那就有区这个栏位，然后再增加一样，增加一个叫各区的比例图，各区的比例图。好，那如果我先增加一个，然后增加第二个，请各位试试看，来，画面再给停止共用一下 ，OK。